子啊，镜子，你告诉我，谁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呀？当然是你刘美丽了。美丽，起床了啊！ 起床了，上学第一天别迟到。我叫刘美丽，今年11岁。美丽的名字是爷爷给我取的。 我不仅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，而且是我们班最受欢迎的女生，所以我特别喜欢上学。美丽，等等我！美丽，这个假期你的那个螳螂拳有没有长进啊？你想不想试一试呀？无敌！他叫叮咚，我们是邻居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他是我们班学习最好、长得最帅的男生。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刘美丽，寒假过得怎么样啊？你功夫有没有长进？你们想不想见识一下？快跑！无敌螳螂拳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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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蛋挞！ 刘美丽，又是你，打打闹闹的还推倒了新同学，赶快向新同学道歉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还狡辩！报告，进来。好了好了，上课了，先回到座位上去。吴雅洁，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吴雅洁，从金小学转校过来，希望以后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。告诉同学们，我们的雅洁同学非常的优秀，多才多艺，能歌善舞的。大家欢迎吴雅洁同学表演个节目，好不好？好。不就是把衣服弄脏了吗？洗洗不就完了？好吧，好吧，咱们下一次找机会再来欣赏。叮咚，让吴雅洁坐到你旁边去，照顾一下新同学。刘美丽，你调到王建强旁边去。我不换。刘美丽，你比吴雅洁高一点嘛？明明一样高嘛，我就是不换。刘美丽，你给我站起来！ 娱乐杂志的记者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搜集明星八卦的新闻。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字：忙。一会儿你右手边那些粉丝必须拦住，咱们立刻冲上去，知道吧？录音准备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谁呀？我靠！喂，啊，美丽出事儿了是吧？啊，撞小朋友了。啊，这孩子淘气。啊，来了。 喂，您听得到吗？喂，您在听吗？我。喂，这是我爸，建筑设计师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监督工程质量。他的特点也是一个字，哦不，2个字，巨忙。哎，手机信号错了，这个。 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是我爷爷，传说中的武林高手。电视上的武林高手一个个都是飞檐走壁、行侠仗义的，所以我怎么看爷爷也不像武林高手的样子。不过每次我危难的时候，对我出手相助的总是爷爷。小孩子就应该活泼好动嘛，孩子之间推一下撞一下，我觉着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是吧？裙子脏了是吧？洗洗不就行了吗？正是淘气的年龄，都应该理解，是吧？我为什么让美丽跟我学武术？最重要的是有个好身体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您说小小的年纪，你娇里娇气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当然了，我们家美丽啊，这么做是不应该的。王老师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严加管教，继续监督，绝不懈怠，绝不放松，保持警惕，认真负责。还有，啊对，爱国创新，包容厚德，彻底贯彻最近新发的北京精神，并在这个核心的指导下，完成对刘美丽同学全身心的清洗教育工作。你看。哇，好有范儿啊！没出息。那怎么回事啊？谁给你弄脏的？妈妈，这是我们班一个女同学给我弄脏的。不就会跳个破舞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嗯，你走不走？哎，等会儿我走。行了，回头啊给你们老师打电话。走，练我去。 爷爷说“福”字倒着贴，意思就是福到。可是我在家里一点都感觉不到幸福，因为只要回到家里，爸爸妈妈整天唠叨的不是上重点就是考一中。美丽，人生中最重要的就那么几步，而你现在就是第一步。这第一步就是考上重点初中、一中。如果考不上一中，很有可能考不上重点高中。 知道啦，你要是考不上一个好的高中，就很有可能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啦。谢，宝贝儿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，就没有一个好的工作，没有一个好的工作就没有一个好的未来，没有一个好的未来就没有一个好的生活保障，那就意味着你吃了上顿没下顿。这个社会经历有多激烈，你知道吗？啊？知道啦。 唠叨啥？烦死了！再嘚瑟。在这个社会里，你要是不具备竞争力，你就会被别人击败，被社会淘汰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啦。我喜欢上学。 因为上学可以让我听不到爸爸妈妈的唠叨，可以让我逃离这个家。美丽，路上慢点啊！知道了。这是。刘美丽，这是我的座位。 刘美丽，你坐了我的座位。好强大的气场，好像狱中要爆发了。我要跟你 PK， 比就比。 第一回合开始。Stand up, please. Good morning, teacher. Morning, stand please. 哎呦，刘美丽，上课专心点啊。好，下面请吴雅洁同学和丁东同学来给我们读一下课本里的对话 ，please. I have three new teachers. Who are they? A science teacher, an art teacher, and an English teacher. Who's your English teacher? Mr. Carter. He's from Canada. What's he like? He's tall and strong. He's very funny. I know. He's my father. Really? Really? 好，非常流利。以后大家要向吴雅洁和丁东同学学习。吴雅洁，报告老师。 刘美丽她上课的时候老是踢我凳子。刘美丽，注意上课课堂纪律。美丽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对，你第一回合输了。闭嘴。 姐，第二回合你一定要加油啊！好，同学们，把课本翻到21页，一起来看一下古诗词2首。哪位同学把课文先读一遍？ 吴雅洁，你来吧。刘美丽，可以把手放下。泊船瓜洲，宋·王安石。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？ 照我还。不错，请坐。一看吴雅洁同学在家做的预习就很好，同学们一定要向吴雅洁同学学习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能。刘美丽，上课不要乱说话。吴雅洁，你上次读的那个英语单词读的好流畅哦。 你的课文读得很好呢，我呀还会跳舞呢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看啊，1位、2位、3位、4位、5位、6位、怎么样？你练舞一定很累吧？嗯，还行吧。哦，那你等一会儿啊。嗯。你还会跳什么？那你别砸我脸上。嗯，我还会跳印度。刘美丽，你这画的什么图啊？汉图。哦。 嗯，会一点点。来吃吧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不停地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荷花停了笑微微。停，吴雅洁。 报告老师，刘美丽她在讲台上面瞎指挥，影响我们唱歌。美丽啊，确实需要多加练习。吴雅洁，你上去，你领唱。美丽，你先回去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一二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海鸥停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海鸥停了笑微微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什么时候快船归了？第三回合，吴雅洁胜。 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一个小孩就飞一；你拍二，我拍二，两个小孩都吵架。你干啥老看着我呀？你写的好漂亮。我要跟你比武。 比就比，打架了！比武了！比武了！打架了！比武了！快过来看，快过来看啊！热闹！打架呀，不好吧？无敌螳螂！ 够了，你们还有闲心在这里打闹？明年你们就要上6年级了，马上就要面临升学考试了。你们想过没有？考上一个好的初中对你们来说有多么重要？如果你们考不上一个好的初中，很有可能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。考不上好的大学，就意味着找不到好的工作。没有好的工作，你们父母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。同学们，你们好好想想。 你们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？哎，等会儿，你们这么着急回家干嘛呀？再陪我玩会儿嘛！我还要要去上语文补习班呢，烦死了。都一样，我还要上数学补习班呢。还是我爸我妈对我好，我爸我妈从来不给我报什么补习班。是啊，你爸你妈也没要求你上市一中吧？我去跳，我去喽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 什么玩意儿都是，以后谁爱去他家长会谁去啊！我丢不起这人。其实呀，这些题我都会，就是粗心。你好意思说粗心不是问题啊？站起来，站好，站好。哎，就你这成绩，能考上一中啊？嗯。 你还想不想上一中？不想。什么？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有什么呢？想。那好，我宣布，咱们家正式进入紧急状态。我和你妈妈全力督促你的学习，目标只有一个：全力考上市一中。宝贝，起床了。那我再睡10分钟嘛。乖乖，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啦。5分钟。不行。1分钟。赶紧给我起床背课文，想不想上一中了？专心点。1662年2月1日举行了授。这时，我总会想起国文老师鼓励我们的话：记住，你们是吃饭长大的，也是读书长大的。好，同学们，下课，起立。老师再见。同学们再见。快点，快点！这么着急回家干什么呀？我还要回家补作业呢，我爸妈还要检查呢，快点，快点。 宝贝儿，每天写完作业之后啊，要写2篇同步英语，1篇作文，还有1篇口练。这么多？这还多呀！你要发扬头悬梁锥刺股、凿壁偷光的精神，知道吗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停，爸，你别说了，我写。乖。 妈妈想给你报一个数学班啊，周末也不让我歇歇。嗯，还有，从现在到中考的1年半时间里，不许看漫画书，不许玩游戏，不许看电脑，不许看电视。啊，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？这才刚刚开始。薄的笔记本就是 x 加18，怎么这么笨呢？结果就算出来了，明白了吧？这道题怎么不对？不是 0.45， 应该是 0.75。对了，怎么都不会呢？我真的不会。现在升重点初中那么难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，他们又怎么会帮助你呢？不就是个破初中吗？自己功课不好，也怪不得别人吧。 你就没长心！你说我和你爸天天起早贪黑陪着你，我们容易吗？我们那么多工作都放下了，我们容易吗？还有你爷爷，他天天给你买好吃的、做好吃的，他容易吗？你就用这种成绩来回报我们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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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提高学习成绩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美丽，你先回你房间去。爸，你不能这么惯着他。 你小时候我也没少逼你学习，你想想有效果吗？这，那也不能听之任之啊。平心而论，你小时候喜欢学习吗？你学习成绩好吗？那就对了，你们小时候都做不到的事情，凭什么逼孩子要做到？那还考不考一中，我管不管他了呀？管还是得管的。 不过，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。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什么事儿把你愁成这样？我家宝贝女儿的学习成绩死活上不去，考不上一中。哎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你可以让她学门特长啊。特长？对呀，咱们市一中每年都有特长生的指标。 我反对！我现在每天要上学，回家还要补作业，周末还要上什么补习班，我才不去上什么特长班呢！上特长班不需要钱呢，你以为我们愿意花这钱呢？我跟你说，但凡你成绩上得去，我们至于花这份冤枉钱吗？就是。爷爷，你看孩子还小，咱们是不是？爸，不小了，他马上要上6年级。 明年就要上初一了，这1年时间转眼就到。就是，咱别什么都没准备，这到眼前了抓瞎了。所以咱们还得赶紧准备，给孩子报一个特长班。而且现在这是美丽能上一中唯一的选择了。我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就是不去。哎，咱们家今天民主一次，啊？民主？投票决定。 赞成美丽上特长班的举手。你们看，爷爷多支持我。反对美丽上特长班的举手。爷爷，你怎么不举手呀？哎呀，爷爷也希望你能上重点初中。爷爷弃权。 好，现在2票赞成，1票反对，1票弃权，民主决定，美丽必须上特长班。嗯。你们都合伙欺负我。谁欺负你啊？民主啊！美丽，哎，美丽，爸，你看这孩子，你别管他，一会儿就好。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想想特长班的事儿。刘姐，你家孙女上什么特长班了吗？哎呀。 他妈，今天抱他上这儿，明天抱他上那儿，我看着都累得慌。是吗？哎，你说这孩子怎么才能知道他爱学什么呢？那你得看他喜欢啥，培养他兴趣。哦，对，有道理。你们说的很有道理。小静啊，我听说你们家晶晶上特长班了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家晶晶啊，周六上午学钢琴，下午学围棋，晚上学游泳；周日呢，上午书法，下午绘画，晚上还有英语呢。她能学得过来吗？啊？我是说我们家美丽也想学门特长，学什么好啊？跳舞吧，跳舞简单，小孩子本来就好动，一学就会。 你看，小徐，咱这沟通质量一定要严格把关啊！知道了。哎，你们家孩子报没报特长班啊？我听不清楚啊。你们家孩子呀，报没报特长班啊？报了。那个他妈说了，说这个孩子不报特长班以后啊，没什么发展。报了什么班？快放开我！我不去！快放开我！咱就看一会儿，宝贝。哎，不看，快放开我！看一会儿。 宝贝儿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好。想不想学？不想。书法、钢琴、声乐、英语，真多珍贵呀！小孩钱真好赚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嗯、宝贝儿，宝贝儿。 告诉爸爸，你想学什么？嗯。那你以后想干什么呢？是啊。嗯。怎么？那学钢琴吧。嗯。钢琴很优雅，很适合女孩子的。妈妈小的时候的梦想呢，就是当个钢琴家。我不想学钢琴。 整天坐在那儿多无聊呀！不会的，那，哒啦，60分钟保证会弹，10天学3首。两口子吧，都是外行，所以我们心里特没谱，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学琴的天赋啊？孩子的手我看过，挺长的，适合学钢琴呢。啊，是啊，太好了，您多关照啊。嗯，这个孩子呢，你就放心吧。你看墙上这些照片，都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呢。啊，哎，你们这些人才都谁呀？名人。我看看名人。 菜都夹不起来了。哎，来，妈妈给你夹啊，来，多吃点啊，宝贝儿。背挺直了。手指。注意手型，别翘小指。 挺直了，你干什么？你停！这不赖我。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不喜欢什么钢琴的，是你们非逼着我学的。还狡辩，老师都说你就是去捣乱的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给你气出内伤了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咱们孩子也不应该学钢琴。那学什么呀？美术啊。 哎，其实我从小啊有一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当一名画家。但是当时啊家里条件不行，这后来就成为一个工程师，整天跟沙子水泥打交道。哎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咱们孩子这身上肯定有成为一名画家的天赋，真的。啊？你们要让我学画画？ 来这个，来这个，你只要好好学啊，把什么都给你来啊。这个，哎，美丽，哎，美丽，还有呢，来来来。 做设计的他，这就是我先生，这位是石老师，咱们省著名的画家。哦，石老师你好，早听他说过您。美丽呢？美丽，美丽，美丽，快过来！哎，美丽叫石老师好。石老师好。呀，你这胡子可真长呀，真的还……哎，摸不得。 这可是我的宝贝，孩子的好，您都包涵。对，您都包涵。小孩子嘛，调皮点没事儿。喜欢画画吗？喜欢。好。今天模特来不了了，这节课你们就画我，课后我要检查考评。 现在开始。你画的不像呀。你学了几年了呀？用你管。 这个轮廓一定要准确，细节要真实。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瞧瞧你们孩子把我这脸祸害成什么样了！ 我这老师的脸面何存呢？你们孩子学画画都屈才，我看学美容美发倒是个好苗子。这学上我教不了，我也不想教。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们这孩子皮，这样我们两口子他向您道歉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这画画是尽心尽气的事儿，这孩子太闹腾了，我受不了。老师，你别啊，这孩子喜欢画画，我实在受不了。我倒找你们钱成不成啊？我教不了，你赶紧领走。 进去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是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成心的，你就吹气我跟你爸，你吹我们过不去。你说我跟你妈起早贪黑容易吗？啊，你学习不好也就罢了，给你报一特长班，你就这么给我惹祸呀？我本来就不喜欢什么钢琴、画画，是你们非逼着我学。你想学什么？是。怎么的了这？你说你想学什么？这也不学，那也不学的啊？ 孩子说的对，爸，这怎么就对了？你能不能不这么惯孩子呀？你们都想想，你们这是在培养孩子的特长呢，还是在完成你们自己的梦想？我知道，你从小的梦想就想当个画家，所以就让美丽去学画画。你小时候的梦想就想当个钢琴家，就让孩子去学钢琴。 你们这是啊，把你们年轻时候没完成的梦想强加在孩子身上，你们想想，孩子能喜欢吗？你们这不是为了孩子，你们这是为了你们自己。我看呐，上特长班的事情啊，就这么先放一放吧，等哪天孩子想学什么了再说。爸，小升初就不到一年了，等他想学什么特长，连黄花菜都凉了。是啊。 不就想让我上一中吗？我自己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说听听。马上就要竞选三好学生了，只要当上2届的三好学生，就可以直接被保送到一中的。停！就你那学习成绩，还3好学生，2届，算了吧啊。我成绩虽然不好，但我人缘好呀。哎，你的美术课上的怎么样啊？刚开始还行吧，后来越来越无聊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给老师化妆了。啊，怎么样啊？这边3道，这边也有3道。啊，这边有毛啊！我还给老师的胡子编了辫儿呢。那一说话一翘一翘的，可好玩了。你真给你们美术老师的胡子编小辫儿了？ 那当然，你可真是女中豪雄，那是女中豪杰，豪杰，嗯，干嘛？傲什么傲？哎，你知道吗？ 袁培丽，她把他们的美术老师的那个胡子给编小辫了。嗯，你看她咋了？化妆了呢？跟个猫似的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她连对老师基本的礼貌都没有，真没教养。同学们，回到座上去。 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开班会，本次班会的主要任务呢是评选出本学期的3好学生。待会儿我们将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2名3好学生。大家觉得谁适合做本学期的3好学生呢？刘美丽，我选叮当。还有没有？ 王建强，我选刘美丽。好，我选曹辉。还有吗？我选吴亚杰。 有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投票，选叮咚同学的请举手。 选刘美丽同学的请举手。选曹辉同学的请举手。选吴雅洁同学的请举手。好，那我现在宣布，本学期的三好学生是叮咚同学和吴雅洁同学，我们大家掌声鼓励。下一次班会呢，我们要选出下学期的班长，哪位同学愿意竞选下学期的班长呢？好，那竞选班长的同学有叮咚和吴雅洁，希望两名同学做好班长竞选演讲的准备。 我们下次班会见分晓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投他的票比我的票多呀？说明同学们喜欢他呗。他有哪点比我好呀？对老师有礼貌，学习也不错，还能歌善舞，这还不够啊！别胡扯了，我看你们男生就看人家长得漂亮吧。没出息。行了行了。 不就没当上三好学生吗？你真是的！你说的倒轻巧，你可别忘了，当上2届的三好学生，可是可以直接被保送到一中的。他一当上三好学生，把我的计划全都打乱了，我爸妈又得逼着我上特长班。这三好学生可是全班共同评选出来的，票数比我还高呢。我跟你说，下星期竞选班长，你不许投他的票。凭什么呀？ 无敌！哎呦，我不投还不行啊？这还差不多，出来吧。你不无敌了？哎呀，我不无敌了，快出来吧。真的？真的。快走。你可想好了，就算我一个人不投吴雅洁，咱们班还有那么多人呢，你能让他们不投？ 我有办法。首先，我要得到全班女生的支持。看，他来了。看，整天把自己打扮成白天鹅一样。 我怎么看也看不惯他那一副高傲的样子。是啊，你看他整天对老师那么有礼貌，看见咱们同学总是爱答不理的。整天在班里不是唱歌就是跳舞，风头都被他抢尽了。可不，咱们班男生见了他就跟猫见了鱼一样，没出息。我跟你们说，下星期竞选班长，咱们谁也不投他的票。嗯。 就算你得到咱们班女生的支持，那男生呢？男生不会都听你的吧？对付你们男生，得要个个突破。哼！哎，喜欢喜欢就都送给你，真的。 真的，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下个星期竞选班长，不许投吴雅洁的票。嗯，好，成交。你找我干什么呀？ 不会要借钱吧？我可没有带钱。谁要管你借钱呀？我跟你说，下个星期竞选班长，你不许投吴雅洁的票。为什么呀？吴雅洁可是我的偶像啊！偶像？别！我不投他的票不就得了吗？我这是在帮你，懂不懂？我不用你帮忙，我竞选班长是凭着我真实的实力。好面子，假清高。镜子呀镜子，你告诉我，谁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？当然是吴雅洁了。连你也说她漂亮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 吴雅洁，我不会让你当班长的，我要跟你拼了！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呢开始竞选班长。首先，我们有请第一位竞选的同学丁东同学上台发表竞选演讲。我觉得班长的工作就是老师和同学们之间的一个桥梁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维护好班级的荣誉和团结，给同学们带来最好的服务。我之前是这样做的，之后我依然会这样做。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工作，谢谢。好，有请第二位同学吴雅洁同学。 我竞选这个班长呢，是为了为同学们做一些事情。现在我们就要上6年级了，马上就要面临初中考试了，学习压力越来越重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努力学习的基础上，活跃一下班级的气氛。我们可以一起唱歌，一起做活动，一起到郊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这样可以缓解同学们的学习压力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 刚才丁东同学和吴雅洁同学说的都非常的好，咱们接下来开始投票。首先，赞成丁东同学担任班长的，请举手。22票，很好。那赞成吴雅洁同学担任班长的，请举手。 我就想不明白，上个竞聘3好学生，吴雅洁基本全票通过，这周选班长一个投票都没有。就你们班那个吴雅洁是吧？嗯，我知道啊，木秀于林嘛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个道理我也明白，可是也不能差距那么大呀。我估计肯定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吧。报告，进来。老师，这个班长我不能当。 你这又唱哪出啊？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。我就知道这事儿是你干的。就不是。刘美丽，你还不承认？是我干的，怎么了？我就看不惯她那高高在上、目中无人的样子。你这是嫉妒。我嫉妒她？王老师，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班的男生都选她吗？还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。 咱们班这选班长，又不是选美。哎，你还有理了，王老师，我觉得这个孩子说的有点道理。叮当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好心好意把你当上班长，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我不要你的好心！叮当，你这个大混蛋！从那天起，我心里就更恨吴雅洁了。 因为他夺走了我最好的朋友。刘美丽，你这么做太过分了，自己人缘不好也怪不得别人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你哪儿都得罪我了，怎么着？你不是就是想气我吗？我还不如生气了我，不就是一个班长吗？又不是什么官，我还不稀罕了。 你是想上一中呢，还是想上二中？一中、二中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初中升学的时候是想上一中，还是想上二中？哦，我爸说一中虽然升学率高一点，但是离家太远了，不方便；二中虽然升学率低一点吧，但是离家近，方便一些。 反正我还没想好呢。以你的学习成绩啊，上一中肯定没问题。我妈也想让我上一中，一中每年都有上升的指标。我妈说了，只要我在明年省少儿舞蹈大赛上面获得名次，我就能用特长生的指标上一中了。哦。 谁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呀？哦，当然是你刘美丽了。那你告诉我，叮咚为什么不理我呀？那是因为吴雅洁比你漂亮。什么？你刚才还说我最漂亮呢。对不起，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吴雅洁有特长，会跳舞，会考上一中了。 你说我能考上一中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我说实话，你会砸了我吗？等会儿，宝贝儿，你说什么？你要上特长班？嗯。宝贝儿，你过来，妈妈看看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没事儿，我是认真的。宝贝儿，你别闹了啊！爸妈，以前你们逼着我上特长班，我不愿意；现在我自己要上特长班，你们怎么这个态度呀？你还怪我们态度不好啊？哎，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 哦，对，叫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对，你说，我和你妈呀，现在对你上特长这事儿啊，真的完全失望了，彻底失望了。爸妈，哎，别，这我们受不了啊！哎，让你上特长班啊，那是花钱找罪受，不如投资。只要我在明年省少儿舞蹈大赛上面获得名次，我就能用特长生的指标上一中了。我和你妈呀，现在对你上特长这事儿啊，彻底失望。 保证书，我保证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保证不捣乱，保证听老师的话，保证认真刻苦的学习特长，保证在明年的省少儿舞蹈大赛上获得名次，保证荣获特长生指标，考上市一中，为父母争光。保证人刘美丽，这是我的保证书。那你要是完不成保证呢？ 我完不成保证，那我就离家出走。哎，别，孩子，宝贝儿，赶紧收起来，你的保证书我们不要了啊，赶紧收起来。你不能让我们人财两空吧？哎呀，孩子也就是说说嘛，他一个小孩子拿什么做保证啊？就是，你们让我怎么办啊？你，他可以那个……你要完不成保证，这样啊，你上交全部压岁钱。对，压岁钱。啊！你们把主意都打在我的压岁钱上了，不敢了。嗯。我不同意，我坚决不同意。 那你这保证是不是糊弄我们嘛？爷爷，你跟我说句话吧。美丽呀，你有决心、有信心完成任务吗？当然有。那你还怕什么呢？宝贝儿，是这样啊，如果你完不成保证，你带压岁钱，爸妈一分钱都不花，帮你存起来，等你18岁之后，连本金带利息一起还给你，好不好？ 我同意，成交。好，给我吧。好保证。从咱们这儿出去的孩子呀，有好几个呢，都在省市舞的舞蹈大赛上拿过名次。哦，是吗？还有好几个是在国际性的比赛上面拿过大奖的。啊，这名校啊！老师，这我这孩子吧，就是淘气，以后啊，你得多费心。 咱不都是为了孩子吗？您实在是太客气了。那个，如果二位现在方便，咱去趟财务室，把孩子的费用给算一下。好，行行行，好吧。那您二位先去，我带孩子和大家一起练习。哎，快去吧。来，美丽跟我来。你觉得这次能坚持吗？什么话？什么叫能不能坚持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女儿最大优点就是坚持。 跟我一样，但凡认准什么事儿，肯定能成功。如果不成，坚持交费。能少点吗？不行。 是为了帮你打开韧带，增强身体的柔韧度。凡是练舞蹈的都得过这一关，你忍着点儿。早知道学舞蹈这么苦，我就不学了。什么？没事，老师，我说我不怕疼。那我用力了啊。嗯。停停！救命呀！停！你这孩子怎么一点苦都吃不了？这么一点疼就受不了了？ 以后怎么练舞蹈？谁说练舞蹈就要吃苦的？这哪是练舞蹈，这分明是杀人！你看看人家，这么点苦都受不了，还学什么舞蹈？哼，切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老师，你尽管给我压就行了，别看我喊疼了，您可别心软呀。真的，真的。 好，那我用力了啊！嗯。啊！疼！开饭喽！来了。爸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啊。嗯。等等美丽吧。她应该回来了吧？哎呦，回来了！咋回来这孩子这是？不吃饭了。 都别理我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妈呀，疼死我了！怎么了？这不能不吃饭啊，宝贝儿！哎呦，累死了！哎呦，我的腿呀！我去看看他。来，你去吧，爸，咱们先吃。我也去看看。疼死我了，妈呀！ 宝贝儿，你总得吃了饭再睡觉呀！别理我，我要睡觉。那你得脱了衣服呀。我不脱。宝贝儿，怎么了？累了。你看把孩子给累的，哎。那要是太累了，咱明天不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？那能把我的保证书还给我吗？不能。 能让我再看我的春天光最后一眼吧。你去给他拿一下。哎呦，美丽，这是你的存钱罐。这件事啊，咱们必须得统一口径，狠下心来，坚决不能交出保证书。好了，同学们下课了。你刚干嘛呢？哦，他腿压不下去，我在帮他压腿。今天累不累啊？嗯，还好。那你们先练着啊，我先走了。好。你说你，把自己的功练好就行了，谁让你多管闲事儿的？ 可是那是我同学呀，同学怎么了？明年省少舞蹈大赛上，他们都有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。你长点心，知道不？走，继续练。啊，妈妈，我已经练了2个小时了，今天我已经很累了。你现在的目标不是明年在少舞蹈大赛上拿个名次？ 是一定要拿第一，你明白吗？这竞争多激烈呀！你要想得到别人的关注，你必须拿第1。走，接着练，快！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四哒哒。 起来，站起来！还在生我气呀？你一个男生怎么这么小气呀？那行，我向你承认错误，行了吧？好吧，我原谅你。那你帮我背书包呗。原来你向我承认错误，就是让我帮你背书包呀。 我这几天都在练舞蹈，浑身可疼了，你就帮我背一下嘛！我太后悔学舞蹈了。好吧。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，你说你这样和薇娅姐斗来斗去的有意思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昨天看到薇娅姐她妈妈了。 吴雅杰他妈妈对吴雅杰可凶了，我有点同情他。你同情他？好，同学们，上课，起立。 对不起，老师。进来吧。朱雅洁，脸色怎么那么不好？是不是生病了？可能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吧。多注意休息啊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今天学习第15课《落花生》，大家把课本翻到第65页。 啊、你上哪儿了啊？妈啊，我没事儿，是我们班同学，他出了车祸。吴雅洁的家属，医生，我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不过膝盖粉碎性骨折。那他还能跳舞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问孩子能不能跳舞？孩子为什么会出事儿？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 孩子这是累的。哎，小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干嘛要逼你跳舞？ 你说咱们给美丽压力是不是有点太大？你手软了？没有，我就是看到医院那一幕，心里边难受。那你想不想让美丽上一周了？想，可是……那你给我闭嘴！这次咱没逼孩子，是他自己逼自己的。他好不容易下一次决心，咱不能让他半途而废。 别算了，你这么算能发财啊？能不算吗？这菜价你看今年涨成什么样子了？再这么涨下去，天哪！哎，老刘，哎，老丁，出去了？你这干嘛去？这不孩子放学了，带他去买点菜。哈哈。哦，叮咚。哎，叔叔阿姨好。哎，真乖啊！太羡慕你了。嗨，羡慕我什么呀？ 怎么不羡慕啊？就是啊，这孩子学习成绩多好啊！全班不是第一就第二，肯定能考上一中。就是，别提了，就为了孩子上学这事儿，我们家都开了好几次会了。为什么呀？一中虽然是重点学校，但是离家实在太远，不方便。孩子呢又想上二中，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，就让他去吧。真的假的呀？他只要愿意学习，他在哪儿都一样。 他要是不愿意学习啊，咱就是把他送到北京四中去，又有什么用？是。我们教育他呀，就是从来也不强迫他学习，也不给他刻意的报什么特长班，一切呀、都是为了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我不信，我得问问叮咚。哎，东东，给阿姨说说。我问你，你得给我说实话啊，你想上一中还是想上二中？想上二中。 为什么呀？一中好，因为一中漂亮女生少，二中漂亮女生多啊！你看这孩子，这孩子行，哎行，那行，我们先走了。行，那我先去了啊！再见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叔叔阿姨再见啊，再见，走。看来啊，咱们得研究一下对待孩子的教育方式。我首先检讨，在 逼美丽考一中和上特长班这件事情上，我犯了严重的错误。我不应该给美丽那么大压力。美丽，爸也向你检讨。我总是口头上说为了你好，其实是自己好面子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检讨。在孩子上学这个问题上， 我犯了助纣为虐的错误，爸，哎，那个，我用词不当，用词不当啊。我承认，我平时是有点溺爱孩子，我检讨，还是叮咚爸爸说的好啊，一切为了孩子快乐健康成长，这一点我们全家做的都不够，是不是啊？嗯。 爸妈、爷爷，你们今天都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又犯错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爸妈以后不再逼你学习了，也不逼你上特长班了，也不逼你考一中了。你们是不是不想要我了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怎么这么想？不想要你呢？ 美丽，你只要努力了，不管成绩好坏，永远是爸妈的好孩子。明年的舞蹈大赛，不管你拿不拿名次，只要你用心学，都是妈的好女儿。只要你努力了，不管是上一中还是上二中，都是爷爷的好孙女儿。这是你的保证书。雅洁，雅洁，开门呐！你看，你同学过来看你了。不见不见，我谁都不见。哎，咱们到客厅先坐会儿，阿姨给你倒杯水，好吧？来。 阿姨，您别忙了，您快说说吴雅洁怎么了？就是啊，雅洁啊，从小就喜欢跳舞，可医生说她这辈子都跳不了舞了。吴雅洁跳不了舞了，太可惜了。那还有办法吗？办法倒是有。 听说啊，国外有一种技术，对他的腿啊很有帮助。我呀，正准备带他去国外试试。哦。你长大一定能成为一名舞蹈家。我以前讨厌你，是因为你比我长得漂亮，学习成绩比我好，大家都喜欢你。现在我向你道歉，行了吗？希望你以后能继续跳舞。 你不用向我道歉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那你还会接着跳舞吗？嗯。镜子啊镜子，你告诉我，谁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呀？是你刘美丽呀！你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而且你的心灵最美。美丽的我总是装逼。